那就两个嘛，你会说，哎呀，师父啊，我们要发心正法，你看人家众生那么多，你干嘛抢众生呢？众生呢，一贯道有很多派啊，第一个就两个方法，一就是吃素叫清口嘛，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呢要顶一下嘛，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点一下就得到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度众生怎么度？来拉仙班，拉一个积分增加一分，拉两个是一对，拉四个是两双，拉的越多仙班越高，可见都是有所求。可是佛法讲无智亦无德啊，所以听好，什么叫无所求？简单就讲，注意听，就当我真诚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不要求，别人也应该有义务要帮你。人为什么要帮你呢？你应该自己帮自己，所以人家不帮你是应该的。众生那么苦，每个人要处理的问题那么多，人家为什么要帮你？人家不帮你是应该的，但是人家若帮你，表示你跟他过去有善缘，你要感恩。所以你帮助人家的时候，不是说哦放长线钓大鱼，他是哪个 manager 哦？那是 the president of a travel agency 耶。以后啊出国的时候可能有 something discount， 你的确帮人的，很抱歉，你是有所求的。这个听好，是福报，是人缘，但不是功德。那反过来讲，有一天若真正他很痛苦的时候，伤害到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帮他？真正是发菩提心的菩萨就会帮他。昨天我不是讲龙树菩萨了吗？对不对？他往外道的，外道就看他很不高兴啊，你活得太长命了，我们看着你很不顺眼，你早点入灭了吧，他就自入灭了。他真的满众生的愿，他无所求。但是可以告诉你真话，不要太担心，也不要难过。龙树菩萨虽然肉身呢他入灭了，来生一生千百亿化身，更多的化身去度众生的。所以在这里讲，菩萨是无所求的，这个很重要。不过小时候再讲白了一点，注意听，没有得失心跟计较心。假如你这个人动不动呢就很计较，对不对？哎呀，然后很得失心重，那表示你有所求。有很多莲友，尤其是大乘的莲友，很可爱，每一次在师父面前都要表现得很庄严，很庄严，很虔诚，很精进，对不对？假如你什么都很圆满的话，你就是佛了，你就不用来学佛法了。当然也不是故意你要给师父找麻烦，但是我觉得你亲近善知识，真诚跟自然就好了，真诚跟自然就好。亲近善知识，举一个例子，你看到戒师，你就会感动流眼泪，为什么？哎呀，我很惭愧，他就持戒这么庄严，我呢早上念佛，对不对？然后晚上诵经，周末还要去蹦恰恰蹦恰恰，对不对？礼拜一呢就拼命了拜88佛忏。总之还是不能控制自己了，对不对？所以有自己的恶业跟烦恼，所以你看到真正清净庄严的律师，你会很惭愧；你看到发菩提心的法师或精进的这个住持，你会觉得哎呀，很惭愧，很惭愧。你看呢，好的师父都是念念为利益众生，好的佛弟子呢都念念为的感恩别人、帮助别人，我呢就只是为想自己。所以你看到别人好的时候，其实你是有惭愧心的。这是善根，所以不要在师父面前跟莲友面前掩饰自己，真诚跟自然就好。为什么呢？好的师父就是把你所有的烦恼通通拿出来开始磨你。你最讨厌煮饭，好，你就去做香积厨3年。哎，师父我不会写字，好，去做呢美编跟文书，就是磨你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咩？就是你啊，对不起，我越讲话越像新加坡人哦。吃饭先呢，对不对？其实啊，对不起，应该讲先吃饭。各位，副词是放前面。对不起，不要讲太多了。我以前是小学老师，还学古文的。所以重点是，你若在师父面前你表现得越完美的时候，你的心绷的是越紧的，你看不到自己，知道吗？亲近师父跟莲友是像镜子一样，善知识为什么能不能引导你？因为你可以看到自己，所以你不要得失心，不要计较心，做好了也不要太欢喜，这是我的福报感恩；做坏了也不要去狡辩说谎，那些下次不要再犯嘛。这样子的话，你的业力啊才会真正忏除，不然你到佛门来啊大眼瞪小眼啊，
很多莲友都是这样，非常崇啊，对不起，很多人莲友跟我也很有缘，可是有些莲友呢，还是要再努力一点，不要落于英雄式的崇拜，你应该在崇拜的是法，不是崇拜我。当有人说，师父，我崇拜你也崇拜法，那好了，我也讲不过你啦。你应该是崇拜法，对不对？不要说师父鼓励你，当然我也鼓励学生了，我也磨学生的，对不对？我当然不会像呢，马尔巴大师一样磨密勒日巴这样磨你的，因为磨到最后呢，大家都跑光了，而且会恨我的，对不对？就好像老师教学生，他会爱他、鼓励他，但是他也会呵斥他。在座所有的父母，你不是也这样教你的小孩吗？所以听好，不要有得失心跟计较心，是从无所求开始做起，这是很重要的，请做个记号。这样子，你的心才会越来越松坦。你的心才不会有这么强的分别，你才会跟所谓的般若波罗蜜越来相应。好，现在看精彩的来了，请看。好，刚才讲果地跟因地，请看第十七页科判。我们要先学的是释迦牟尼佛因地，请看幻灯片。这是释迦牟尼佛雪山苦行像，我在菩提迦耶买到的、供养到的，甚至用菩提树教的雪山苦行。释迦牟尼佛真正精进过，在雪山示现六年苦行。你看他这么做，这个我们也有释迦赞嘛，唱赞里面啊，对不对？这一粒芝麻，他就可以过一个月啊，或一个星期啊，对不对？他一单是一瓢饮，他昼夜精进，你看肋骨都出现了，对不对？我们佛弟子是真的不太够精进啊。你看他至少六个年啊，是好好精进的在修戒定慧。那请问我们在一生当中有没有鼓励过自己六个月闭关过呢，或六星期精进过呢？这我们要去学他的因地，所以你才会看到自己，你想要像佛陀这样的无上功德，你应该先去学佛的因地，这是很重要的。因地这样子，你才会证入在菩提迦耶释迦牟尼佛的果位。为什么贤劫千佛都会赞叹释迦牟尼佛太了不起，在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众生浊跟命浊中啊，没有人来娑婆世界度众生，可是释迦牟尼佛发愿在这里成佛，所以他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他的因地，才你还有果位。在因地里面，第一个要先觉悟六道轮回图。听好，我非常喜欢六道轮回图，这是我新拍的一张，这西藏的烫卡。我建议假如你很懈怠的人，你应该去买一张照片或六道轮回图，然后前面呢这个供一张释迦牟尼佛雪山苦行像，每天早上起来打坐，你就说，你就看看你，你呀就是这样子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轮回啊。你在天上住过，你在人间也做过帅哥美女，你也做过狗爸爸狗妈妈，你也做过呢杜宾狗，也做过小鸡，你也做过地狱恶鬼畜生，请问轮回哪时候才会停呢？这是真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各位新加坡光明山请过竹望仁波切，对不对？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位上师，他修六字大明咒，他也说他在定中看到自己过去是很多是畜生道在地狱里面、啊、但是啊，因为他修行的功德，他现在觉得像一场梦。他也到台湾呢、啊，他在新加坡也举办过一亿遍六字大明咒，对不对？新加坡人还是有福报的。所以你要常常观无常观，怎么观？有很多方法。第一个，坐着打坐看六道轮回图，去思维人生是很短暂的，我们就是在这边晃啊晃啊晃啊，就像六度空间一样，然后嘛，从来我们都没有暂停过，生老病死是很苦的。接下来再看我们居住的须弥山跟四大部洲，请注意看幻灯片，这不在讲义上。须弥山有日跟月所绕的地方，所以答案不是印度的喜马拉雅山，是在离开地球外太空下，不知道哪个星系里日月这样绕的这个中心点。然后呢，有东西南北，我们是在南瞻部洲南边，北方是北俱泸州，长寿天是没有善根的。好，这是横的，
叫须弥山与四大部洲，所以我们在做蒙山诗时，或是呢做各种忏法的时候，我们唱的乃至于西藏献曼大拉的时候，都是以四大部洲跟须弥山的珍宝做观想。接下来再看我们居住的世界，看一下下面有三个人，有没有看到？这个代表欲界，中间代表色界，有没有看到？四大天王最上面无色界是弥勒菩萨的兜率内院。我们住在下面，刚才是讲横的吗？四大部洲，现在讲直的。我们的众生每一个人不一样啊，觉得业力不同啊，就像你新加坡有75层的大楼啊，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办公大楼啊，对不对？好，接下来再看，我们要真正在那个这个世界、见到弥勒菩萨，也是要有很大的功德力的。所以我也很赞叹弥勒法门，我任何一个佛菩萨都赞叹，但是对不起，我还是求生极乐世界。那这边就不用争辩，因为经论讲过很多。但是你要发愿见弥勒菩萨也很好，因为呢，的确弥勒菩萨是下面一尊第五尊佛，所以他是很殊胜的大菩萨，他有大悲愿心。接下来再看甲二，请翻开讲义第18页第10行，明了资粮的本体。第一资粮分三，以一因地，以法空性解般若，以二助缘，以三者大悲相应，以三果位，以无所得横渡彼岸。好，先讲这个因缘果。因是要有法空，就是了解般若空性的教法，你要有信心跟正信，这样子的话你才是正信佛教徒。所以如果简单的讲，人家问你你是不是佛教徒，第一个你问他有没有皈依三宝，有皈依就是佛教徒，没有皈依就是不是佛教徒，很简单。第二个，在知见上，前5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其他的宗教都有，一贯道基督教天主教哪有没有布施持戒的，有，但是唯有第6度般若波罗蜜是只有佛法有，所以大家对于般若教法要深入，这叫做以法空性解般若。第二个，要助缘，要有三个条件增长你的大悲心。在寄颂里第16颂有讲到，仁慈心是父母，善方便为父亲，慈悲为子女。你先知道这三个，后面我会详细说。接下来要证无上的果位，要以无所得的心自利利他，就像《金刚经》讲，终日度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入无余涅槃，但实无一众生得度者。一贯道人跟我们不一样，他度了很多众生，他每天算，哎，我的业绩多少？嘿，这个月度10个，下个月度2个，在下个月呢度8个，年底后我大概只能达到100个。佛教徒不会这样的，佛教徒在无有穷尽里面呢，有缘的众生他就帮助他嘛，对不对？你可以发愿成佛的时候，他们都会在你的净土里面，所以广度众生，横渡大海。接下来再看甲三，第18页20行，5度波罗蜜是属于第2资粮。简单的说，般若波罗蜜像眼睛，5度波罗蜜像什么呢？像你的手跟脚。你再怎么漂亮，身体再怎么壮，你说没有眼睛的话，那很可惜，瞎子是会撞壁的。但是你光有个漂亮的眼睛，身体很不幸是残障人员的话，那你也帮不了别人。所以这两个都很重要，但是眼睛是最为重要的，就像你的头脑一样，是引导你的。请看分2，以一总说，以二别显。别显简单的讲就是布施、持戒、忍辱。这到这里是到菩提资粮论第1卷完，您当然有概念。到这里请看幻灯片，就是第一布施、持戒、忍辱三个波罗蜜是到第1卷完，接下来才会开始讲，不在幻灯片里面，请看，不在讲义里面，请看幻灯片。就甲三5度波罗蜜，有第4精进波罗蜜，第5禅定波罗蜜，下一次讲座会给大家讲义。接下来甲4般若波罗蜜很重要，般若波罗蜜叫做6度嘛，
但是呢，六度跟十地展开的话，还有四个波罗蜜，大家比较少听到的，请看乙一别显，丙一善巧方便波罗蜜，这个不在你的讲义上，专心看幻灯片。丙二愿波罗蜜，丙三力波罗蜜，丙四智波罗蜜，请背起来。善巧方便愿力智，这就十度波罗蜜了。所以下次呢来开研讨班的时候，我是会考试的。他们这么多人要上研讨班，我怎么教呢？我一定是公开考试的啊，所以要专心听啊、哦。考的都是我讲过的，不要紧张。接下来以二就是总结，这个就是第一卷跟到第二卷菩提资粮论完全讲完，就是六度波罗蜜加上四度波罗蜜，就六度跟四波罗蜜十地的架构就讲完了，这是一个段落。好，接下来请看第四，第四在哪里呢？请看22页。四，菩提资粮论内文与详细的补充资料，从22页开始，请看22页第六行附注与说明。一，凡事是寄送的编号 V 是 versus， 1234是笔者加上去便于讲经时讲解时用，原版并无。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注意听哦，不然呢以后佛法流通他会以为呢这个呢是原来论的寄送，这样呢就是又是你们新加坡讲参参一起啊，都不清楚的。所以这些号码是我加上去的，原版是没有。第二，凡是菩提资粮的论的论文本身，我会用一个框框把它标示，所以你看到四方形的框框就是论的本文，在有问答 Q&A 的地方也会加上1234。第三，假如是我加上科判的话，就有一个中型的前后刮符，这是我的科判。假如是我加进去而帮助大家的补充资料，是一个圆圈表示，所以这样你就会很清楚，了解吗？所以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专心听，也不用为了抄回去可以复习。但是为了怕你们打瞌睡，我还是会留一点东西会临时补充的。好，请看甲一，积聚资粮缘起分二，以一果为无上菩提分二，丙一以觉性的资粮为菩提根，丙二丙一刚才丙一丙二以礼敬与供养。好，接下来看幻灯片，幻灯片刚才讲过，果位叫是报佛陀的恩，因地呢是要报众生的恩，下手的方法对佛要礼敬礼拜恭敬跟供养，对众生要无所求，没有得失心跟计较心的帮助他，这个科判很重要，请背起来，这接下来要讲的。好，请看补充资料不在这上面，你要抄可以抄。一，第一个要知道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要了悟自心你才能够证悟成佛。注意，你为什么要发心来做义工学习佛法，这些都是积聚福德资粮的方法，但不是目的，目的是要看到自己的心。所以我刚才建议说，你不用在师父面前、表现得很完美的，你这样不会进步的。你要看到自己的心，看到自己心包含要接受好的心跟不好的心，你要接受。英文我加上 To realize the nature of the mind。 所以大家都希望修金刚乘大手印大圆满，其实就是证悟自己的心，证悟我们中国大乘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简单的讲，中国六祖慧能大师证了肉身，西藏也有很多肉身啊。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中国的大乘佛法，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了悟自心，你才能够证悟成佛。假如你忙得很多，从东家长西家长忙，可是你烦恼很多，你没有了悟有正心的话，很抱歉，你将来会变成了吗？印度的大象，出门的时候是国王的坐骑，所有的金银珠宝呢都是挂着你，可是呢你还是会放屁，你还是很愚痴的动物的。那这些大象或璎珞坐骑是什么？你过去修来的福报，可是你心中啊还是很昏暗的，贪嗔痴烦恼还是很重的，这是没有了悟自心。
所以你听好，做什么东西要跟觉性相应，了悟自心才是真正的功德。你今天诵经，真正让你自己升起了清净心、菩提心，不管人家怎么想、怎么看，你真正升起了了悟自心的功德，那就功德无量了。所以才能证悟成佛 ，complete to be fully enlightened。第二个，听了《华严经》叫经中之王，这是的确释迦牟尼佛说的。当然也不是说其他王、其他经不是国王。听好，佛的比喻你要去善巧的理解。的确，《华严经》是所有经中当中最殊胜的。那当然，《法华经》也很殊胜。有人呢学了《般若波罗蜜经》呢，他就会跟我抬杠，《般若波罗蜜》才叫经中之王。我说错，不能这样比。《般若波罗蜜》呢，佛会比喻是什么？国王跟皇后。国王是般若波罗蜜，皇后是五度波罗蜜，了解吗？不同的经论是不同的譬喻，不要去执着在文字上。那你说我修楞严经的话，楞严经是大佛顶首，楞严咒是咒中之王啊。其实每一个能够自利利他都是王嘛。但是在较量功德，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华严经的确是经中之王，所以它有它的功德力。否则晚上蒙山施食，为什么念一句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照，你真诚的念跟观想的时候就可以破地狱啊，对不对？你念了很多其他的呢，你还散乱心念，你就不能不一定的可以正开地狱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知道，一切众生有佛性。好，注意听，一切众生有佛性，让我们还要体悟到一点。请问当你听到这个道理以后，你怎么看家里的蟑螂跟蚂蚁啊？有些人看法不一样，蟑螂跟蚂蚁，哎呀，一定要打死它，啪嚓，对不对？管他的，佛教讲杀不杀生，我还是要杀的，细菌这么多，怎么可以不杀呢？那你是站在人的角度，你觉得它有病毒，然后呢，它会伤害到你。第二个，学佛的人，假如说阿罗汉的话，他看到他是在六道轮回受苦的。菩萨就不一样，假如大悲观世音菩萨看到你家里一只蟑螂，他可以看到他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的，他会放光加持他生大悲心的，希望他业力忏除，来生早日学习佛法。那佛呢就更殊胜，佛啊看到呢蟑螂的心是放光的。为什么？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那角度不同，接下来处理方式都会不同。先专心听好，不要跟我抬杠，先听懂师父要教什么。假如你看到他的佛性的话，那太好了嘛！夏天哪里家里没有蟑螂呢？有些人不是，扫一扫蟑螂，我管你的，我到其他家。那隔壁家扫一扫，就再到第二家。蟑螂其实还是每个地方都跑嘛。第二个，假如站在佛的角度来讲，他有佛性，所以他也会成佛。菩萨不舍一切众生，那蟑螂住我家那不错哦，你们家有很多众生都在住吗？你租的房子就不是只有你夫妻两个人吗？你不是你一个房子让更多众生住吗？对不对？那蚂蚁很多没有关系啊，那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呢？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对不对？那将来他可能做你的眷属嘛，赶快在空师投胎的时候呢，就当你的呢警卫吗？你为什么眼光不看远一点？打他阿弥陀佛，打他归命三宝，这不是唯一解决的方法。你为什么不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听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六度万恨不一样的地方。佛的眼光、菩萨的眼光、阿罗汉的眼光跟我们凡夫的眼光不同，我们要这样学嘛。所以你尽量的把肮脏的东西，但是蚂蚁也很可怜啊，你看你放一个水果全部来黏了以后啊，糟糕，全部就死掉了。跑的时候呢，能跑的就跑，不能跑的时候呢怎么办？那也很麻烦，还要念咒，对不对？你尽你的能力关心它，可是最重要是你要把那个让蚂蚁生的那些肮脏的缘给清理掉。它来的时候你要有昨天讲长生欢喜心，对不对？你度他嘛，你将来会跟他有缘的吗？所以大海的众生无量无边，听好，放生不是只有我哦，我花一点钱，师父你帮我举个仪式，这个不是你真正就有放生的机会，而且不用钱啊。
各位听懂我要讲什么吗？心才是最重要的。你不但能够接受师父莲友，你要接受一切的众生，这才叫你听了经中之王以后，哦，原来啊，释迦牟尼佛看蟑螂，他是看到他的佛性的。从此以后，你就智慧会增长，悲心会广大。当然，处理的方式有非常多，我没办法在这里讲，不然一讲呢，我真的没办法呢，回台湾了。第二，礼敬诸佛。看这一段是要以佛的果位为主。看 A， 对上者、圣者要有礼拜跟虔诚的心，向上学习；对下要凡夫。所以我们在呢，对上叫做供养，对下叫做什么？布施。对下我们要有尊敬的心跟感恩的心。注意，这是佛弟子很重要的。什么叫福报？什么叫功德？很多人呢帮助别人，比如我帮助你，啊，举个例子，你现在可能看到一个人呐，在新加坡很可怜呐，哈，我不知道他有这个 ID 卡，你布施给他一块钱呢。假如他不是佛教徒呢，有什么了不起？臭铜钱一个，对不对？你给他钱，他还骂你的。其实这样的人很可怜，为什么？很愚痴。可是佛弟子对下帮助别人，你帮助他的同时，听好。还要感恩他，让你修布施波罗蜜，这个你才叫佛弟子。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我现在帮助你，我还要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一般人都是这样子，任何公司行号就我帮助你，你就听我的。We have some condition， 有条件，还有 contract 的。请问你们在公司行号里面呢？年底的时候都会要发红利，还要打业绩，对不对？佛门里面都没有打红利的吧，也没有打业绩的，可是为什么佛弟子他会不疲不厌奉献他的身心体力呢？给众生呢，是因为他有尊敬的心跟感恩的心。感恩他让我行菩萨道，尊敬他是什么？将来他也是佛。虽然你现在看到他是乞丐，你能看到他是基督徒、天主教徒、回教徒，我跟你讲，来生一转世的时候，搞不好他在菩提树下比你更精进，他先成佛的嘞。你最讨厌那只打蟑螂啊，你打了它啪嚓，归命三宝。等它呢来渡你的时候，善男子善女人，咻，我过去就是被你打死的那个归命三宝的蟑螂，知道吗？菩提道上这样才是叫升起平等的广大的悲心。我记得我2003年第一次来讲普贤行大愿的时候，也是谢谢三宝，谢谢新加坡所有的莲友，对大家最大最大的震撼是什么？平等心。大家的心啊都很小的，你的平等都是有范围的，你没有办法像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佛菩萨、一切的众生，我都平等。我跟你讲，我到现在都在学呀，我到现在都还在学，可是我很欢喜，我真正学到了大乘的心地法门。好，注意听，对上要有礼拜心、虔诚心，你可以抄下来；对下要有尊敬心跟感恩心。所以，当人家帮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要感恩呐、啊。那我们帮助人家，我们要感恩他，让我行菩萨道啊。所以，菩萨看病苦的众生，帮助他，他要感谢众生，让他积聚成佛的资粮。所以，告诉你一句真话：不是佛菩萨磨众生呢、啊。佛菩萨是无我呢，他怎么会故意你呢？有些莲友讲，哎呀，我最近很精进哦，模考很多呢，大概是观世音菩萨这样考验我。他才是无我，他才不考你的，他只是像镜子一样，像反射镜子一样，像千江有水千江月一样反射你的业力啊。真正是谁考佛菩萨？是我们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啊，在磨佛菩萨，磨的呢，西藏千手观音呢都退了道心，对不对？才掉了两滴眼泪，变一个绿度母跟白度母啊，对不对？所以谁磨佛菩萨？是我们磨佛菩萨。可是呢，佛菩萨他虽然成就我们的悲心跟愿力的资粮，可是他从来不退自己的道心。所以修学慈悲观的对象很重要。昨天讲的人事物，昨天我讲八图仁波切的故事，对不对？好，大家知道，我就不用重复了。接下来再看，请看经文22页。
第一首偈颂 V1:22，第十六行：今于诸佛所合掌而顶敬，我当如教说佛菩提资粮。各位有讲义，为了节省时间，我就直接讲。佛者是对于一切内外的当中，应当了解的当中的一切万法都得到觉悟，这叫佛意。他所知道的，应该知道的，当然他一定彻底了解。尤其在是无智睡眠当中，无智睡眠解释一下，我们凡夫财色名食睡呢，最难突破的是睡眠，因为一睡呢就像个死猪一样，被他扛走了也不知道，所以是昏暗的，没有智慧，这叫无智睡眠。当然我们凡夫不能不睡觉，一般寺庙丛林是睡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在家莲友呢工作比较辛苦，七个小时就够了。假如七个小时还在睡的 Please wake up， 不要做猪啦。所以这叫无智睡眠当中，佛在睡眠当中啊都不犯戒。般若波罗蜜经讲，菩萨跟佛啊在梦中啊都不犯戒，所以他有觉性。觉者就是觉悟的意思，因为离开这种昏暗没有智慧的叫无智睡。所以各位都听过阿律那尊者的故事，对不对？佛陀骂他堕堕入瑞河睡啊，好，一睡一千年。佛讲经的时候他就打瞌睡。那有人问我说，那我讲经的时候打瞌睡怎么办？站起来拜佛吧，或是念佛，然后呢你拜一拜呢再坐下来听经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再看解释又诸示范，第二十二页第十八行：又诸示范大帝释天跟大梵天王不觉此觉，就是说 他的觉悟啊没有办法像佛一样这么觉圆满，只有佛是深明功德普遍三界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能觉跟所觉他都觉悟过，这样子一切的诸佛都觉悟的是共同的真理，所以叫觉此觉，就是觉此共同的真理。以一切种片智故，请把一切种智画起来，这个画起来，这就是般若波罗蜜经讲佛成佛的时候内外的一切的教法的因缘果报他都很清楚，叫一切种智，或叫一切种片智，这只有佛究竟明了。他并不是像声闻独觉跟菩萨，虽然声闻缘觉菩萨也有觉悟，但是没有佛究竟圆满。以他不共法故，就是他跟别人不同，很特别，而且圆满具足故。讲今于诸佛者，注意诸就代表不单单只有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个欠缺的，都是佛菩萨，值得我们顶礼。好，请看幻灯片，这是我用心准备的地方，请注意看，这是印度菩提迦耶贤劫千佛的石雕，这个石雕很特别，中间释迦牟尼佛，右手边你看到的是燃灯佛，代表过去佛，中间释迦牟尼佛，那猜一猜左边那个你们看到左手边是谁？弥勒佛，对，没错。注意传统的大乘佛法印度跟西藏是这么雕的，为什么呢？现在先看到西藏佛教，这在尼泊尔有一个叫普拉哈里蒋贡康楚仁波切的大殿，全部是用铜纯金做的，是叫过三世佛。你们看到的右手边过去燃灯佛，为什么燃灯佛很重要呢？燃灯佛是释迦牟尼佛修了一个阿僧祇劫亲自为他受记的老师。各位读般若金刚经是不是也是燃灯佛，对不对？经文很熟吧，可是你从来没有看过燃灯佛。那你说师父我怎么会知道他是燃灯佛？成佛的时候功德一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但他头顶有一个舍利塔，表示过去燃灯佛生生世世修广修供养燃灯供塔，是他修行的功德之一，所以他也结上品说法印。接下来中间现在释迦牟尼佛右手降魔印，尊贵的释迦牟尼佛，这是藏传佛教的雕像。接下来左边是大家说对了，未来的弥勒佛，他完整的名字应该叫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听好，他还没成佛，但一定会成佛，是因为佛为他受记。
就好像一个人博士班读到最后只剩一个月，论文已经在审核，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一定会成佛，只是他还没有拿到 certificate， 没有拿到证书。其实弥勒菩萨应该叫南无大慈大悲啊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讲他的因，成佛的时候叫弥勒尊佛，当然他有不同的名号长短。所以未来弥勒佛是指他一定会成佛，功德圆满，就像初一初二初三的月亮到十五的月亮一定会出现的，不会说初一初二初三初十三的时候灯不见了，不会这样的，了解吗？好，这叫接下来再看。好，从释迦牟尼佛就变成过去现在未来佛，叫三世佛。那慢慢发展在大乘里面就产生了五方佛，这是香港观音寺的五方佛殿，非常庄严，是用木雕的，中间是毗卢遮那佛。建议各位莲友去香港的时候，不但去了大屿山之外，旁边有一个观音寺，非常的好。你看五方佛的展现，所以大乘佛法是很殊胜的。它呢旁边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三千佛。接下来毗卢遮那佛说法，这些照片都是我拍的呢，将来我都会上网，然后供养大家，因为没有版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拍的时候我都发愿，佛菩萨愿我跟一切的众生都像得到你的功德，也请你加持我，让我把你带到全世界，让大家都能够增上瞻仰你而发菩提心。所以这是很殊胜的。接下来再看佛过去呢，有讲过去七佛，在受戒里面有过去迦摄佛、毗婆尸佛，这是古代的一个古董，过去七佛。接下来呢，再看佛就越来越多了，变成三十五佛，这是藏传佛教一个唐卡，三世诸佛所宣说的正法有三十五佛，然后呢，有也叫做三十五佛名忏忏法。注意听，为什么是三十五佛很殊胜呢？因为三十五佛跟五十三佛加起来叫八十八佛，有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这八十八佛都发愿在这个最苦的娑婆世界示现成佛。所以因为他的悲心愿力最广大，所以你拜忏的时候忏除的罪业最快，这样了解吗？就像地藏菩萨发愿在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他会在这个地球示现成佛的。所以为什么西藏的人念三十五佛名八十八佛，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啊。好，这些都是佛所教的大乘佛法。接下来再看，那佛呢就越来越多，这叫做十方诸佛，这是西藏的唐卡，一层一层的无量无边的诸佛，就像那无量无边的世界，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非常非常的多佛。好，注意听，从一佛、三佛、五佛、七佛到十方佛乃至于千佛，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大。糟糕，这已经超过凡夫的心量了，那怎么办？缩小吧。所以下面呢，大乘佛法兴起的时候就变成三宝佛，中间释迦牟尼佛，右边东方药师佛，西方阿弥陀佛。老实讲，东方不是药师佛，东方本来是刚才讲燃灯佛，在印度。到大乘佛法兴起，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东方是供什么？阿处毗佛。若各位去读《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讲，东方阿处毗佛。后来呢，是中国人很喜欢医药，中国人灾难很多，对不对？刀兵劫、杀生很多，战争很多，中国医术很发达，所以突然呢，因缘呢，药师佛就特别被重视。的确，现代人的病苦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东方本来是代表去日东升嘛，代表智慧，其实应该是东方阿处毗佛。那西方呢，是阿弥陀佛没有错，因为在五方佛的曼达拉里，不管是东密或藏密，五方佛的西边呢是阿弥陀佛莲花部，南方宝生佛，地藏菩萨属南方，北方不空成就佛。这个是大概大乘呢在中国唐朝以后才开始这样的，在唐朝以前很少。那经过宋元明一直到
到中国大陆，乃至于香港，在台湾，乃至于新加坡。所以现在释迦牟尼佛他有他的净土。我本来今年有因缘想要讲如来受样品，那因缘不成熟，延到年底。在《法华经》如来受样品，佛就亲口回答，我现在是没有入灭的，我的化身是入灭，可是我的报身跟法身啊还是在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跟释迦牟尼有佛有缘的话，你现身啊，在定中或梦中或在修持当中，你还是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所以不要怀疑。所以南传北传藏传的根本老师都是释迦牟尼佛。接下来西方当然阿弥陀佛莲池海会，这是他的愿力。西方阿弥陀佛呢，他也有光中化佛无数亿，这些幻灯片有些莲友部分看过。事实上每一尊佛都有光中化佛无数亿，药师佛也有光中化佛无数亿啊，他度有缘的众生嘛。观世音菩萨也有光中化佛无数亿啊，文殊菩萨也是啊。这是各位最喜欢的东方药师七佛，这幅唐卡非常庄严，是净土梵音提供我的。所以东方有药师七佛，告诉各位藏文里面也有药师七佛经，这七尊佛是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上下中七个方位，代表药师佛是报身，他可以化现为七个化身，用不同的众生身份度众生。就像观世音菩萨有32应身，就像西藏有21度母，知道吗？所以一样，但是它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好，再给我讲一段，今天就到这里。请看第22页顶者21行。顶者上分故，就是头顶是我们最殊胜的，以头顶来顶礼佛陀，就是五体投地。合掌表示你手摄受心恭敬，敬是代表向你礼拜的对象生恭敬心。我说者代表是我释迦牟尼佛亲自宣说，龙树菩萨听到这个教授把所有的经论把它整理为偈颂。自分别是说说明佛经跟其他的是不同的，儒教就是如释迦牟尼佛其他的经典所说的种种所说，如过去佛所说，现在佛所说，也是未来诸佛所说。所以讲佛者，简单说离开一切的障碍而完全清净，没有障碍的无障碍智。菩提者是一切智智，这里我要说明，这不是打错字哈，一切智顿号智故，我做了一个 note。 以华严经讲，一切智是指根本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在文殊菩萨座下开悟，叫一切智。接下来他五十三参是到各个呢南传北传藏传在家出家啊，所有的呢都去参访，这叫后得智，这叫做第二个智故。这个请做一个记号，不是打错字，它是有很深的意思。以华严经解释是根本智与后得智。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是回答问题。回答的问题呢，先以这几天讲经有关的东西我先回答。好，若各位呢有问题的话，请大家交给大会的工作人员，他会这个传给我。那希望呢以你先问题当然非常多了，永远是问不完的，不过我尽量先回答呢这个你在这讲座里面有问题的。所以 any question Q&A, have a great day。龙树菩萨的生平及其生活时代背景，敬请师父慈悲开示。我昨天讲过了，龙树菩萨的生平我昨天讲过了，对不对？背景简单的讲，大乘了一二世纪。我建议你各位这位莲友，你上网 key in， 用 Google 或是用 Yahoo key in 英文 Nagarjuna， 你就会有很多书。 key in 呢这个中文龙树菩萨四个字，你就会找到很多资料，好不好？昨天相关的部分我已经讲过了，对不起。
下一个问题，师父请求开示，什么解脱没有？什么解脱没有？对不起，让我看一下哈。不会，有一个莲友问哈、一个莲友问说：“师父，什么叫做在解脱道上没有各种的苦难？人员在受苦的时候，他说我学佛已经在学佛班五年了，发生了很多的瞳孔的痛苦跟灾难，这应该是过去的三世因果。我像了一个迷路的小孩一样，重归慈母的怀抱。”我对于修行的师父非常的恭敬欢喜心，是什么的业让我这么痛苦？师父，我真的很想学佛，真心学习。我看到早年呢，这孔老夫子呢教学生要诚意正心，我是很感动的。我不是一个聪明人，但是我很愚痴，但是我在佛法上很努力追求，多念佛，多拜佛，多听经。师父，我学问很低，讲得不好，但请你多多指教。不会，你讲得很真诚，我很感动。我觉得你讲的这个问题是你的业，业跟烦恼的习性。业就像在花园里面呢，你种过很多恶业。我昨天讲过一个故事，修不净观，对不对？有一个出家人这样子在打坐，他烦恼很难调伏。佛入定的时候，看到他过去世啊，都是哪做什么色情行业。你看看各位，慈悲不单单只是在新加坡而已，你知道吗？全世界啊，有很多人呢、因为业力或爸爸妈妈或贩毒，是被迫呢去做一些色情行业的，大部分都是被恶业去的。那有些人当然做久了也蛮喜欢的吧，对，那也是他的染污心。可是为什么有这个恶业？因为他过去也逼过人家跳过苦海。所以你要相信，虽然你很苦，我能体会，但是天底下呢，绝对没有人惩罚你。你自己受的苦啊，都是你过去造的恶业，先要欢喜真诚的接受。我举个例子，我真诚讲给你听，虽然讲经历，因为你很真诚，所以我讲我丑陋的经验给你听。我在学佛之前很聪明啊，我也是很难度的，对不对？我读了很多经啊，对不对？后来我读地藏经啊，对，若遇杀生者，着树央管命报。我想奇怪，我这辈子没杀生呢、我在世间是一很好的人呢、长得也蛮帅的，对不对？但是没有人追我，很可惜，所以我出家了。然后呢，可是我常常无法理解，佛陀说说杀生者则树央短命报，我的身体病痛多，我真的杀生吗？老实讲，我不太相信，我也不甘心去相信。那后来我就想一想的时候，我想说，后来想一想，哎，我有没有呢？老实说，想一想也有。看到蚂蚁或蟑螂，阿弥陀佛，念念往生咒，就是这样子。可是呢，有一天我真的身体出家的时候呢，我每天当时我要当兵啊，我身体出家的时候，我一天送一部《金刚经》跟《地藏经》跟《普门品》，我求观音跟地藏菩萨让我出家。常常听我讲经的知道，其实我也是生在外道的家的。我家是一贯道，不是纯正佛教徒，我是第一个学佛的。现在我们全家人有一半变成佛教徒，另外一半呢还是修不动明王法，如如不动，拉也拉不动，没办法。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在诵地藏经，有一天晚上我在诵呢，诵完经我合掌的时候我就睡觉了，我突然做梦了。我梦到地藏王菩萨，有一点像海印古寺的后面的功德堂，各位可以去看，跟那尊很像。中间他没有拿摩尼宝而已，他整身啊是金色的，没有带宝冠五方宝，那是出家人这样子，非常老的出家人坐在那里，然后呢，很微笑的，而且连金色的鞋子我都看得清楚。然后我看到他非常欢喜，坐一个在山洞里面坐的打坐。那时候我真的有善功啊，我梦中啊我都会顶礼耶。所以我还是有善根的，然后我就看到他，我一看到他就知道修了几千万年的，然后我就问了他，老和尚，我有问题问你好不好？
我为什么身体这么不好呢？他说，他就这样笑一下，看这里，所以中品说法印，这叫中品，有因就有果吗？像电视荧幕一样，我看到我很多很多事，听好，我现在讲的都是真的啊，佛菩萨在这里，我不能打妄语，我看到我很多很多事，看到什么？很多很多事，我都在杀生。有一事是大概在春秋战国时代，我猜我是王公贵族的，很庄严的男生，非常的庄严，出去什么打猎，中国古代叫礼乐射御书数啊，对不对？我拿剑，咻进来，然后我的仆人的掌声，射得好，射得好，射得好，我杀生了，我很得意，你看多颠倒。另外一事大概是呢，在宋元明嘛，对不对？我是武林高手，然后呢？我呢，这个呢，穿水蓝色的剑，在竹林里面呢，像神雕侠侣一样。可是很笨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练剑靶子，前面有一堆兔宝宝，这样，然后呢，兔宝宝里面都流血，所以我砍的都是在脖子，所以我有一年我这边血路都不通，是真的，吃了药都没有用，拜佛也很没有什么效，但是我继续弄。可是我看到这时候我就流眼泪了，原来我起码杀了两世的生。结果在梦中我就忏悔，跟那个老和尚忏悔，然后我就升起了，我要吃素，我不要杀生，我要吃素放生，我还要发愿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我就醒了。从那个时候我就深信因果。我讲这个例子是告诉各位莲友，这位莲友不要太难过，一切好是真正修来的，难过的不好的也是真的你修来，没有人惩罚你，但是你今天只是没有看到，但是你还有善根，你会今天呢坐在这边听经闻法，在新加坡你还参加佛学班，继续加油。我送你四个字，永不退心，这是很重要的。就算你生命呢碰到再多的困难，你念本师释迦牟尼佛或观音跟地藏，他一定会解决你的问题的，要有信心。所以这是我丑陋的经验，所以后来我就精进的拜佛诵经，我足足用了一年呢、才把我的业力肩膀给治好，这是我真实的经验。第二个问题，师父在修行佛道的过程中要怎样做才有能力去我执？谢谢。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本来应该在后面答，我现在长话短说，我是很难突破的。先从细微的烦恼，我刚才说第一，不要有计较心得失心，这是就是去我执。当然在南传清净道论里面呢，会观不净观、白骨观，那也是另外呢破我执跟贪欲的方法。但大乘佛法简单的跟你说，最简单的是念念想别人。当然各位不可能一下子无我，我可以告诉你，因为你要证到无我的话，你要证到出果须陀洹。世间有一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不见得是这样，人一定会为自己的，但是有一个重点你要去衡量，我是为自己多还是为别人多。比如说你今天来诵经做功德来消灾免难，其实你还是为你家人多嘛，对不对？慢慢你学到听到佛法，我及一切的众生，哎，你开始想到别人了。反过来讲，一切众生里面没有你吗？有的。所以你说写牌位回向，那是顺你的心的。当然所缘上，假如你现在有一个家人或朋友真的得了癌症，你专门念他的名字求佛菩萨特别加持给他，可以，这是你的悲心，但是不要执着这个名字。所以在台湾有一个后面会介绍紫竹林香光寺，我去年讲过如来的法华经安乐行品的大殿里面，它也有光明灯，但是很有趣的，对不起，我没有意思，我没有批评这个道场，它是不写名字的。为什么？你一念一切众生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都在里面嘛。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是，我执呢是要慢慢的淡的，念念为一切的众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讲的随喜功德，看到别人呢，你不要哼，有什么了不起，要是我怎么样的话我也是怎么样、你的我执就很重，你就开始学，哎呀，他真的很殊胜，我真的随喜他。听好，你的我执就开始在转化了，这是大乘佛法的第二个方法。好，先讲到这里，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三，师父慈悲，为什么说现在是末法时代，
二，如果是净土法门，是否是最殊胜的呢？末法时代是站在众生的业力说。简单的先回答，新加坡有很好的总理是你们的福报，可是呢，像我们中华民国的历史上也曾经出好的总统，也曾经出不好的国王跟总理。中国唐朝有贞观之治唐太宗，清朝有康熙雍正乾隆，中国也出了一个武则天呢、啊。那对不起，我们台湾出了一个某某扁扁先生。对不起，因为这个录影会全世界上网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台湾很多人都不喜欢他，真的没办法，这是我们的业力。你看我们台湾佛教很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换句话说，讲末法是指在外在的大家众生的环境，大家都做杀盗淫妄酒的时候，那当然就末法。大家都讲神通跟感应的时候，真正的师父呢就不会被重视。我甚至可以告诉你真话，现在大家还有正法，还是真的有佛法的。真正末法的时代，你知道《法灭净经》里面说哈、啊，对不起啊，各位做师父的要小心啊，徒弟跟信徒啊不相信师父，是拿毒药把师父给毒死的。哎呦，这杯水可以喝吗？当然可以啦。所以你可以想，你为什么会笑？众生的心啊太邪恶了。所以讲末法是指外在的，听好，讲末法是正法、相法、末法是依众生的业力，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是指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这么多的圣者在世来比的话，我们现在的圣人比较少了。所以从众生的角度来讲，真的是呢，越来越呢，正法越来越少，善知识越来越少。这妖魔鬼怪啊，这奇奇怪怪的恶知识啊，恶有越来越多，这是事实。但注意听，这讲世俗地，但讲圣义地了来讲的话，你心中有正法，走到哪里都有正法。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净土法门是最为殊胜呢？契合你的就是最为殊胜的。那这里的净土法门应该是广义的净土法门，就包含着不单西方极乐净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弥勒菩萨的净土、东方药师佛的净土，一切的净土是很殊胜。那听好，为什么讲殊胜呢？注意听重点啊，就是说，假如你这一生结束以后到一个好的佛教大学去的话，那你会比较好，容易快速成佛，知道吗？那菩萨有三种，注意听，《大智度论》里面有讲三种，第一个叫做净土成佛，第二个叫秽土成佛。第三个是净土修行，秽土度众生而成佛。好，对不起，我心脏不太好了，因为我有看到手表了。第一，净土成佛就是好，你现在往生了药师佛国土，你生生世世跟药师佛一起学，最后呢，你修福修慧，你证悟了，药师佛为你受记了，所以很好啦。净土有什么不好？因为很奇怪，就是我告诉你，我就是不要去净土。我告诉你，你真的是白痴啊！释迦牟尼佛赞叹这么多的净土，你为什么不选一个呢？就好像新加坡有很多很多大学，我就是要修加里敦大学。这个譬喻不错吧？你不高兴的可以跟我来辩论，我有经论根据的。不要因为你个人的风格故意去毁谤正法，这很重要。你至于要去哪个学校，新加坡大学还有很多很多大学，甚至你申请雪梨大学、墨尔本大学都可以吗？但是你要有条件去啊！你说我每一个人都想去哈佛大学，对不起 ，you are reject。所以净土里面还是有好坏，所以第一个叫净土成佛，第二个叫秽土成佛。谁？像释迦牟尼佛，像八十八佛忏悔里面的三十五佛，像地藏王菩萨，这个是很好的。那在这里，假如你发愿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要生生世世跟着地藏菩萨学习，很好。我出家也梦过地藏菩萨，弘一大师也发愿生生世世跟着千百亿花当中呢，一定生生世世跟地藏菩萨，很好。但是你要很用功啊，你们呢堕到地狱里面，你看那地藏菩萨这小子还要来我教啊，那不多麻烦呢？你到了地狱里面，你还是要精进的继续学习啊。但听好，到了地狱里面有差别，是指说一般众生到了地狱是受苦，刀山剑树油锅，但是因为你的愿心跟地藏菩萨有缘，他用神通力呢可以把你接到地藏菩萨的讲堂继续修戒定慧听闻佛法，
所以你还是要听经修行的，这叫做秽土成佛。第三种就是呢，我先到净土去得到佛的授记，就好像我到一个好的哈佛大学得到全世界的 PhD， 那回来全世界哪个学校你都可以教书吗？我可以在大学教，我可以在 college 教，也可以在中学教，也可以在小学教，也可以在佛教寺庙教吗？所以再叫做净土先证悟。那道家慈航，因为众生很有缘，所以来广度众生，积功累德。所以听好，我是发愿我自己了，发愿呢，今生我想去极乐世界，因为我想去读最好的哈佛大学。对我而言，对别人不一定，你都可以选择。我刚才说任何一个净土呢都可以，不要花无谓的时间再去毁谤正法，去哪个佛好哪个好都好，是法平等，你可以自己选择，但是你要去得了。但是当我证悟